猛犬处对象过程令人万万想不到啊！这只大黑狗一眼就看上了这只斗犬比特啊，对他展开了猛烈爱的追求。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只大黑狗其实是一只母犬，而这只黄色的比特犬呢，它是一只公犬。没想到，老话说得好啊，女追男隔层纱，最终他能否打动这只斗犬比特犬，最终跟他相亲搭配成功呢？哇，这只大黑狗确实是太主动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主动的狗啊。而斗犬比特此时此刻内心慌得一笔啊。咱们仔细看一下，斗犬比特它的尾巴都夹起来了，它非常害怕，毕竟面对母老虎的追求，它确实是有点招架不住啊。斗犬比特的确是没有看上这只大黑狗，大黑狗这么真诚，能否最终打动比特犬，两只狗搭配成功呢？咱们继续往下看。看来大黑狗是搞不定这只斗犬比特了，斗犬比特随时准备撤退逃跑。